个是阿萨姆拉萨的，一个是鸡汤口味的。哎，我说好，我说好，反胃。就过来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鸿。上一次呢，就有一位观众叫我们试试。太笑死了！别笑。讲不好就要重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鸿。上一次就有一位观众啊，叫我们试试看 Tesco 的一些产品，就是 Tesco 出的一些面啊、零食啊之类的啦。其实这一个主题我本身都是想要拍的。你们一起想吃吗？先请讲 Hello， 好讲。Hello， 我都没讲，因为哦，是啊，你没有讲啊。哦，你讲，你讲。我哥哥姐姐。哦，你讲。你别搞你就了。讲，现在讲。Hello， 哥哥姐姐。你叫什么名？冯胜轩。悄悄阿英就可以了了。我叫阿英。我空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用讲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讲一下。不用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还有我的爸爸。坐着，可以 ，Thank you 啊 ，Thank you 啊，阿欣在这里真的是很难拍影片了，所以我们拍片啊，阿欣都很少出现，除非是关于到他的主题才有吧。你看现在，哎，直接旁边烦我 ，OK， 没关系，给你们体验一下。我们一直都是有看到 Tesco 的产品啊，就是快手面啊，还有一些零食，我们都没有买过。绝大的因素是我们对它没有信心啊，讲真的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感觉上，嗯，得不得噶？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，是吗？那天有盘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认真的打算去试一试 Tesco 的产品到底是好不好吃。OK， 这样现在我们就出发了。看你们要去给多少哦？等一下，我们再给你们看啊。好，可以呀、啊。可以。买 Tesco 的东西， Tesco 的面啊， Tesco 的零食啊之类的， Tesco 的食物，糖果也是啊。哎，糖果有没？可以有，我们也买。它好像是每一样嘢放不同的，咪？唔知喎、啊，即系佢一样嘅。一个位一个位咯，可能佢有出朱古力。朱古力就响朱古力个位。朱古力，朱古力，朱古力，买个朱古力。朱古力都是一样哦。OK， 他们就是有两个口味啊，一个是阿萨姆拉萨的，一个是鸡汤口味的。这个系咩嚟嘅？呢只哇，我都没有看到这个卡喱，买多一个卡喱好了。唔买咁多，买一个我比较中意食嘅。OK， 我们就买这三个啦。真的有 Tesco 桶仔。呢、这个柠檬，就柠檬 coffee。你是不是真是有很多东西啊 ？Tesco， 我现在才知道嘅，真的。白色。Tesco 矿泉水。呢度。咪用啊矿泉水，矿泉水应该会唔同嘅样啊喂。呢个唔使。哇，炸鸡都有啊。妈咪，这些太复杂煮了，我们等 Tesco 找我的时候，我们才试。Tesco。谢谢。谢谢 Q。OK， 这样我们回家才给大家看啦。呀。OK， 我们就是把阿英都搞定了，已经把他放去姨妈妈家那边，太烦了，然后根本还胖到嘢。阿英在这里，我们完全是拍不到东西啊。这样我们就一边吃一边介绍啦。OK， 我们先把它摆整。这个不是阿英，这个是阿英，阿英的东西。啊，巧克力融咗啊！我讲佢攞出嚟先噶啦，又唔爱。系阿英咯。有啊，佢。这样子让你放去冰橱先，那个。先放去冰橱。一开出嚟啊，已经系晕晒啦。啊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是阿欣买的。OK， 这里就是我们买的全部，大概有十多种这样啦。有三包是那个快。OK 嘞。明啦。OK OK。你好笑啊！我系我。哇，姨方便冲。你啦，我系我。你啦你。喂，我们先从那些零食那些开始试。开始。讲话好。OK， 我们先从那些零食开始试先。这样这里全部我们是买了70多块，这样不算阿信的东西，10块钱应该是买了60多块了。Tesco 的东西啊，基本上都比我们平常买的品牌啊，都是要便宜一点点的。嗯，就可能不多，就30cent、50cent、1块钱啊之间这样的啦。啊，是了，有东西要介绍给你们的，就是关于 Queen Pay 啊，应该你们都是有下载 Queen Pay 是吗？啊，如果还没有的话，记得去下载 Queen Pay 啊。像你们去购物啊，有这些单哦，你们不要拿去丢掉哎，无论是打油啊什么啊，只要有单呢，像这种电子单呢就是最好，手写的就不可以啦。然后我们再打开 Queen Pay， 按这个 Step for Reward，
像我们刚才买的就是算是杂品啊，很能选择你 shopping 啊 hotel 啊 airline 啊 travel 啊 grocery 啊，像我们买的应该算是 grocery 咯，我们就选这个，然后再写它的公司名 let's go， 然后这里就写你刚才买了多少钱，我是72.1块，然后再按 camera 我们拍张照就可以了啊。 use photoupload OK successful， 这样就可以的。然后我们就等 QueenPay 那边确认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分数的了，你就可以用来换取一些折扣啊，就是这么简单不了，大家记得多多使用好野你呀。 OK， 这样现在我们就开始试吃了啦。首先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啦， BBQ 的薯片，这种我们通常买的都是 BBQ 口味是吗？对，要剪刀吗？我拿剪刀给你。我打开，我拿剪刀给你。老王老王其实可以这样开啊，你看我放了吗？哇，蛮香的哇。好似咁啲零食嚟买啲咁嘅，系一样噶啦，直头系看上去就是我们普通吃到的薯片啦、啊。它的颜色这样看啊，还蛮美的咧。好吃啊，很香吗？一般上啊，我们的概念就是啊，看到 Tesco 的牌子就给了它第一印象哦。不知道好唔好食咧？哦，就是这样哦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吃吃别的牌子嘛，突然间接受新的，好难接受噶嘛。一接受咗咪知道咗，下次我哋要买一个嚟食哦。这里我们看单啊，它是2块钱不了，改观了。现在我是蛮期待的快熟面。OK， 下一个卡条啊。开到咧，点解咧？我要显示我开到嘅。它的虾条就是这样啊，普通的虾条。好巧，没有虾条有没有？像我们虾条都是有分两种，一种是好吃的，一种是不好吃的。我们有好吃，它算是好吃的那种，但是比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就没有这样好吃啦。要几多呀？重点啊，它便宜，95仙，便宜好吃。OK 哦，这样之前我们就没有给分啦，就是好吃、不好吃、中等三种没有。刚才忘记给你们看到包装是这样的虾条。OK， 再来我们试试看这个山东花生，要几多呀？2块钱。这样花生平常我就不知道它是多少钱啦，应该花生大家都知道。是怎样的咯？像它的花生就是蛮大颗的，花生来讲应该算是好吃的那种啊。好少花生难食嘅，我都系咁谂。OK， 这个山东花生我们就放中等啦。再来是这个卡枪布袋，它里面是有很多种啊，我就选了一个我比较喜欢吃的。这个3块钱，诶，分量还可以哦，出面一包都冇啦。就是这样的啦。是不错的哦，不都烂啊？有没有老凤啊？不够味啊！这样零食应该很难弹啊。这是好吃的那种，我们食过，我们想喊我哋冲杯水饮下啦，就攞一个冲。OK， 就是这样的啦。其实我已经很少喝这种冲的 orange 了。我们喝这种呢，最怕就是喝到像那种药水味的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有没有啊？咁我闻有啲药水。冲落去唔知啦，喝得好像很橘一下这样喎。那搅拌呢？搅拌很久哎，像刚才你们看到的啊，都是比较鬼这样的咯。应该7七8八。点啊？就放好多下噶咯喎，都唔够味嘅。都冇用，都冇搞晒。真的是很难搅拌咧，它的。炸咗咧。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感啦。冇味嘅喂，我放咁多都冇咩够味啊！就系讲，这个感觉啊，要倒蛮多才够味啊，因为我都没有冲满一杯啊，半杯不了啊，不好喝。No good。再来，我想试试看这个、啊，它就是类似 twisty 的，然后这个是 cheese 的口味啦、啊。哎，有什么咧？甜啊，甜啊，开到啊！我呢个，好劲啊，味！味道有点像 Superling 哎，那就是这样的啦，就跟 Twisty 是一模一样啊，但是那个味道闻起来就是很像 Superling， 是蛮不错啊，但是它是跟那个 Twisty 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，Twisty 的味道就是偏咸一点，这个的话是带一点甜的、啊，如果是两个的话，我是喜欢那个啦，可能就是从小吃到大，童年的回忆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这个的话是好吃的，再来我试试看那个牛奶，其实很难吃的，就先加一下吧。很开心我来你。闻到。但是刚才我买的时候，我没有留意到它的这个是 smooth and light 啊，它的口感喝起来就是没有我
们平常喝的牛奶这样贵的，可能是这个的关系。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吗？有两个，有两个，就是看到 low fat 你就拿、这个。啊，我拿 low fat 就拿到这个了，我没有看到它 smooth and light， 一共我都不记得中档了。再来，我们试试看这个青豆，这个也是一块钱。那青豆黄豆的你爱吃吗？可以啊。OK， 青豆就是这样啊，平常这样啦，给大陆下嘅。零食方面它都是好吃的零食，不人家零食很难做到不好吃吧，有一些零食啊你一吃第一口啊冷就死，字面上一大堆，但是它这个是能让你一吃再吃，这个我们也是放在好吃的。 OK next， 再来这个也是花生，但是它这里写是地花生啊，我不知道有什么分别，这些这样看就是比较小粒的。你搞给到没？拜拜。像这个花生呢，也是好吃的，也是够味哦。刚刚我们就有收拾了一下，太乱了。再来，我想试试他们的 Coco Crunch 啊，应该 OK 吧？就平常我们吃的那样哦 ，Coco Crunch。哎，之前我有吃过那些翻版的 Coco Crunch， 那些是不好吃的，反正我 OK 哦，很香掉它，但是还蛮甜的。我是根据我以前小时候的回忆啦，就是买到一些翻版的 Coco Crunch， 这个我们看到好像是三块多啊，还 OK。来，再来就是这个 Honey Star， 再一个个挚爱啊，谁爱的 Honey Star。不是那么喜欢呢，蜂蜜味道很假，对不？那个乖乖香哎，那个蜜糖的味道啊，感觉不知道怎么好像很化学一样哦，对不？不知道，感觉怪怪一样的。对，那个形状都是。这个不好吃，真的不。再来，这个是薯片，这个是比较小个，然后还蛮厚一下的，也是一块钱，乌币半薯。OK， 不过有点咸。你中意呢个？它还蛮重口味啊，很咸哦。一些又刚好，一些就很咸。就是很啥都不能吃。我们放在中等啊。我放得好吃。它的口感还蛮好的，推得嚟好松口，一样扣钱嚟讲，大夹好食。再来吃这个，这个一罐要2块7，比平常我们买是便宜了1块钱左右啦。然后这个口味是原味的。吃多，就像我们平常买的这样哦。再来我们是这个洋葱口味啊，还可以过有点干了过哟。我们证明可以杀吗？系咩？我有你老公吗？就是你放屁还赖我，放放放。都是好吃的洋葱味啊。它没的，不黑的哦，形状。就像我们平常买的一样。糖仔，你要食咩嘛？糖仔，我觉得食啲先啦，我嚟食面啦，不如。我想试这个咖喱的先，它包装的质感还蛮不错一下的。OK， 它的面就是这个啦，咖喱鸡汤口味的，然后这个是阿萨姆拉萨，我们就来试咖喱还有阿萨姆拉萨的先咯，我怕吃不完因为吃了这么多零食，好像有一点饱饱地咁咯。好啦，嘎嘎嚟饱。快点开餐啊！闹人，浪费我时间。它就是有一包调味料，然后它的面这样看哦，就是还蛮细的嘞。滚开又系。滚你都系问我。你有冇放啊？你那个大麻都放得出来。下面，下面给你吃。你要做咩食啊？啲毫无技巧嘅嘢嚟嘅。好似系咁，我都装卡啦，兄弟，我喺大家面前咁嘅样。个面都几难熟噶，你唔识甩噶。做你个头咩啱放？像巧克力还有糖果，我们放到最后才试啊，或者明天才试啊。好像可以啊，我看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真的。佢味道唔系好香。知道。耶。它的味道没有什么吃到咖喱的味道啊，但是还蛮辣一下的。对，我来试试看啊。你是木兰？木兰关上我啦！蛮弹牙的，怎样？是辣。它不够咖喱味，完全不够咖喱的味道。太辣了。系咯，是辣椒粉，而唔系咖喱粉，它的味道不够好。如果它的咖喱味更重一点，会比较好一点啦。咁样佢面嘅质地几好嘅。这个咖喱口味我觉得普通，不过都 OK 啦，起码不难吃。像这个面就便宜一点点啦，就3块钱嘛。对，死佢，系咪再嚟装？唔系你叫我最咩啊？这样不对啊你！快啲啦，你走啊！啊，我就哎呦啦，你睇你看你看平常就是这样的啦。幸好就是有拍 video 吧，没有。茶吗？
它的调味料就是有一包啦，然后它的面也是一样的，比较小条这样啊。嗯，味美耶，因为有点腥的味道呀，那么。好腥啊！哇，真好腥！我想呕。我想呕。反胃。这个不可以。停啊！不到，刚才那个阿桑拉萨的真的是不可以哦，太腥了，我们吃不下，肯定是吃不下，那个味道已经是非常的腥了。如果你是跟我一样这么怕鱼的话，千万不要买这个口味。这个他那边写是有鱼的东西，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啊，就是它的成分有鱼啊。对，哇，番茄，它的番茄，我没试过食唔耐啲咁嘅味面啊，可能我冇买过鱼啊。一样，一包调味料。很浓一下哦，它这个鸡汤的味道哦，真的是很劲一下哎。应该要开胃啲嘅，你食先，俾你食先。还好，还好哎呦。汤不是很够味感觉。鸡汤这个我觉得好一点，但是它的面哦，它那边写是要煮两分钟了，我觉得不是哦。它加咁样系三分钟33秒咁啊。点解咧？你要记咩？煎加到死，天天讲。它的面啊，还蛮难熟一下。如果它的面啊煮得好的话，真的是很好吃的，比那个咖喱好吃。好睇啦，我吸糖都好冻。我未听过人哋食糖自己吸自己嘅，咁番薯都系得你一个，糖仔应该咯，咁上下咯。这快熟面呢，我是推荐大家买这个鸡汤口味的，其他的话还好，真的是还好。这鸡汤真的是推荐大家去吃啊，一包。再来，我们是这个 Desco 的朱古力 ，OK， 巧克力就是这样啊，没有说怎样特别啊，就随便熬一搞。这个吃的感觉就好像有点沙沙这样，不是那么喜欢它的口感，普通啊普通。OK， 来到最后啊，总结来讲，全部零食可以吗？不错，零食应该大部分都没有问题。这个 orange 不是那么推荐大家，阿萨姆拉萨 curry 也不是那么推荐大家，然后这个 honey star 我们也不推荐大家，像这些也是个人口味啦，大家也可以去买来试试先，再看看怎样。如果你是有吃过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啦。请问你觉得 Desco 怎么问我吗？你砍了两包米，我懂了 Desco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分享订阅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去我的 FB 还有 IG 看看啦，去我的 FB 还有 IG 看看。我搞下这个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哎，谁要回啊？你最会谁啊？I believe I can fly.